说就是在绿岛它有免费的加水站，它还有循环飞租借的服务，哎，我们就是走一个低碳路线。睡美人，过去绿岛人呢也不叫她睡美人，她的就地名叫 Sok Amia。来的人接触的风景。哇！要乐清出走系列，我们到绿岛了！邦尼。跟我一起来呼吸一下绿岛的空气，哦，夏天的味道。没错，我们到绿岛了。哎，而且我有听说，就是在绿岛，它有免费的加水站，它还有循环飞租借的服务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免费的加水站？对呀，所以到绿岛，我们不要再买瓶装水了，我们就是走一个低碳路线。没错，出发 ，Go Go Go！ 这是什么？这是你们今天的命运二选一。2067年为响应环保选择低污染的交通工具，主持人由翻牌决定整套旅程的交通工具，最终结果将影响骑乘的难易度。一、二、三。怎么会有这个？宝妮，我跟你说。环保爱地球，我其实也很想拯救地球，但是没有办法，我们要遵照这个制作单位的规则。你不要假装很委屈，我很委屈的。我脚踏车，加油，宝妮，加油！我用爱发电。那我们就出发喽 ，Go！ 耶！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！哇！快快快快快！嘿，怎么这么紧急？到了到了，丁哥爬影，哎呦，怎么这么急？来，我问你哦，嘿，低碳旅行的第一步什么？借循环杯。没错，就是这里，你就是要先加入他的会员啊，然后输入你电话号码，就是认证过后之后，就可以顺利借到这个杯子了。这个系统现在暂时故障当中，但是在系统修好之前，我们先用纸本的登记，这边写下你的姓名、电话，然后还有租借数量跟租借日期，就可以借了。我要这个，我上面这个好了，挑个尬意的循环杯。旁边有一个循环杯的归还箱，就是我们用完之后简单清洗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投进去这里面就好了。它有5个归还点在岛上。哦，那很方便啊，我们就不用一定要跑来这里还了，这样。对，那么赶快去加水吧。加水站的第一站，绿岛渔港安检所。加水喽。对，现在就是监狱。对，知道为什么要盖成像这样交叉十字方式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猜了，比较好监视。对，对，以前没有 monitor 的话，他要管理的人员的话，他以最少人力可以管理最多人，所以这里会做一个门卫班长，他只要坐在这一区就可以看到整个区域了。哦，懂意思。像这样一间的话，大间的设防他最少要关8至12个人，外围的话是官兵在监视使用的。所以它里面看出来的它的角度是比较小，我们外围看进去会比较大，它里面是一个广角是这样子的。对啊，如果敲你们敲了之后，你们里面的人要怎么拿饭菜？如果我敲两下，就这样啊，我们就会这样啊，就是。对啊，你看得到你的饭菜吗？看不到，看不到，所以你的手要变成怎样？要这样吗？要拿饭菜，对，就变成转过来，你手可能变成这样子，对，啊，你看得到吗？会变成这样。哦，这样动作很像什么？很像乞讨，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话也是有点像在侮辱他们。这位政治受害者的话，黄光海先生呢，等下当时我们要复原这个展区的话，他就说
拜托我们给他两间牢房，他想要描述他自己在里面关押的情形，所以里面所有东西都是他亲手做的，连门上面的那个牌子，请观看，这个也都是他做的。哇，对，所以里面姿势还有正在做的任何事，都是仿照他自己，他自己仿照他自己在里面关押着生活。那我们来这里干嘛？我要装水啊！我们不是才刚装满，不用装啦、欸。可是如果我们等一下往南走的话，下一个加水站就很远喽。啊，很远、嗯，加不到水吗？对啊，加起来，加起来，加好加满。抽签的时候抽到脚踏车，欲哭无泪。我想说，我一整个环岛的心情，哈，没了。可是殊不知，这个电动脚踏车真的是哦，很棒哎。我觉得如果在绿岛低碳旅行的话，这是一个很棒的选择。来来来，我跟你说，这一台好看又环保的无敌电动车，听说它充饱电可以只环岛两圈半，这两圈半可以都不用停，都不用休息。但是我觉得它实在太慢，我觉得路人走都比我快。但是我觉得这个速度差不多了，很适合走在绿岛这个慢慢的节奏。走吧，那我们就出发了，继续走，走。耶、yeah, ！让我们欢迎在地旅游达人杨明老师。我们先考考两位。看得出来眼前这两个岩石像什么吗？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左手边那一个是很像一只狗。对，狗。我觉得右边那个很像一个人在睡觉，这样。因为呢，我们绿岛呢位处于热带，那海水的温度会比较高，那海底的底质呢就是火山岩哦，所以呢这边常年哈、受到这个海蚀风化的这个作用，然后就由大自然的巧手雕刻成你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两个岩石。来绿岛还有一个小长城，尤其呢，近距离来看哈巴狗睡美人跟我们这个地景呢，是一个超赞绝佳的一个观赏地点。哎，老师，你这个小长城我们大概要走多久啊？我们这样子来，因为它的长度大概只有400公尺哦，我们来回走的话，大概就是20分钟，很轻松，很轻松，一块小蛋糕啊，简单简单，真的吗？你说的。对，来绿岛不止玩水，没错，来绿岛一定要来走山的、啊，山都漂亮。绿岛真的是一个很有深度的地方，没错。你看我们这样聊着聊着也走一半了吧，快到了、啊。对啊，而且是不是都不喘？不喘，好累，好轻松。真的，讲出我的心声了，这样讲出我的心声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登顶了，老师。对呀、啊，因为呢，我们这里刚好有一个新跟旧的那个山谷，好做一个连接，然后呢，形成了一个月形的这个海湾。珊瑚礁地形，它就是珊瑚是长在海里面，它是长在那个前面就是大海，然后20公尺对沿海，对对对，比较近海的。然后它地壳抬升之后，珊瑚就会露出地面，没错，然后就变成现在看到的我们看到的这个景貌地景，对对对对。对地理小达人。在绿岛也可以学地理。当然。的最后一个加水站。哎、欸，我们这次今天使用循环杯，觉得其实还不错哎，但是它有一个小小的缺点，就是它没有密封。它虽然有这个细胶的胶条在盖子上面，但是它其实如果放倒的话，水还是很容易流出来。嗯，但是这个循环杯还是很好用的，大家可以多多善用哦。没错，而且它是免费的，推荐大家使用。
天呐、啊，宝妮，这是我第一次来绿岛哎、欸。我也是哎、欸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就很舒服啊，就之前都没有想过要来绿岛，没想到这次来之后，发现这里的海景超美，山景也超棒，然后重点是它有很丰富的人文历史哦。对啊，而且像是我们今天在找加水站跟循环杯，这些都是免费提供的资源，而且你看哦，我们在这里没有买瓶装水，一个瓶装水20块，我们这样就省了很多钱呢。哦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啊，我们是骑电动车、嗯，一般来说我们来这种地方玩都会租机车，但是我们今天骑电动车哦。嗯哎，那我们这次的低碳旅行成功！这回怕按在这个温泉，太幸福了吧？啊，太棒了啦！那么，热青年带你发现值得关注的议题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，拜拜！呀，哦，舒服呢。那边你看有啊，那里、哦、这个对，那果实成熟的话，我们都会很欢迎大家来免费采。